四人房最高房价的那几大概取得一两笔，这样去做个记录。好，这样可以啊。那我是挑客人的，你需要登记哪一些资讯？名字吗？就是还是价格就可以了。在这个名单里面，你跟你讲说你们可能是两人房，我看一下两人房，然后最高的应该是类似行政套房，这是两人房，那边你们行政套房的，我看一下我最好的房间，当天对啊，直接挑最贵。啊，就诚如各位所见哈，高雄这几年真的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哈，变得非常的方便，啊，景区也整理得非常漂亮，那尤其是非常多的这个知名饭店的啊也进驻高雄啊，那所以高雄的这些客源也变得非常多元。那我们知道说啊，像 Blackpink 五月天，还有上个月哈，从二月开始一直到四月底哈，就有这么多知名的乐团要到高雄来开演唱会，那也掀起一波啊对高雄住宿的一个需求。那就有一些啊不孝的业者哈、啊，那市府的长官也交代说，为了要维持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啊对住宿好、啊、它品质还有价格上的一个要求啊，不要让消费者的权益受损啊，所以。国安局跟我们的消保官啊，那对于这个这一波的演唱会哈、啊，有那种啊借机哄抬房价的业者呢，我们会进行做一个啊稽查啊，甚至采罚。那我们这几天哈、啊、也密集的去做啊这样的一个稽查的行为，那也真的被我们查获的哈、啊、有四家啊，真的有高出他的房价。那我们也依照这个集聚来做一些。啊，罚款好、哦，那所有的目的就是希望啊、哦、这些比较要趁机哄抬的业者他自己有所节制啊、哦，那市府这边一定会站在消费者这边啊、哦，只要您有被哄抬房价啊、哦，然后觉得不合理，那也欢迎跟高雄市政府公安局还有消保官来做一个检举。那我们一定会尽力去维护啊，到高雄啊，每一个旅客啊能够住得非常的安心，也享受一个高优质的一个旅游行程。